主料：豆腐200克，番茄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好所用食材。番茄洗净切成小丁，豆腐也切成丁，锅中注入油，下入豆腐丁，煎炸至豆腐表皮结痂微黄，捞出沥油，倒出多余的油，下入番茄丁煸炒，煸炒至番茄软烂后，加入豆腐翻炒均匀，加入盐糖和适量的清水，再加入牛肉粉，大火烧开，转中火烧至汤汁浓缩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番茄做好去皮，这样口感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